光从太阳到地球需要多久？发生了什么？保证。泡面、咖啡、氧气、晨曦，这些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。可以看到，太阳出现了比之前更强烈的闪烁。现在很多路人正在共同目睹这一全球盛世。如果现在是世界末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一周内全球气温将下降到-18°C，一年后达到-73°C，氧气会慢慢稀薄，所有有机生命都将陆续衰竭，地球变成冰冻世界。跟我去D4去。轻易放弃，好不好？以前常听人说，无论今天有多么糟糕，明天的太阳总会照常升起。现在看来，这话不科学。